中的瑜伽开髋伸展练习。所谓开髋，是活动髋关节周围的肌肉。长时间的久坐和缺乏运动，使得肌肉僵硬无力。而髋部、骨盆正是身体的能量中心，因此柔软灵活髋部不仅能提升骨盆的生理机能，还能够适切地排除负面的情绪与压力。那现在跟着宝拉一起来练习喽。带着瑜伽绳来到垫子上坐立着，预备，调整呼吸，准备进入练习喽。两脚向前延伸来到手杖式，双腿由臀后侧延伸至脚跟，吸气弯曲右腿，脚踩地，两手将小腿肌肉往下带，脚跟靠近坐骨，确保右侧膝关节完全闭合，右大腿外展尽可能靠近地板，接着吸气弯曲左腿，脚踩地，两手将小腿肌肉往下带，脚跟靠近坐骨，左腿膝盖闭合后外展靠近地板，两脚脚跟对齐并且触碰着。在这里束脚式的练习需要一条瑜伽绳，环扣带向身体左侧，绳子尾端朝向自己，绳子的圈圈从头部套向身体。再次确认绳子的环扣会在身体的左侧，绳圈前端从脚尖套进，抵在脚跟的位置，绳圈后端会抵在肩椎的位置。从环扣这里拉紧绳子，越紧越好哦。这里会借由绳子的辅助，让脚跟更靠近会阴部。瑜伽绳拉紧之后，要再次确认瑜伽圈的后端抵在肩椎的位置。设定好辅具之后，两手向下在左右臀外侧地板上，指尖朝前，保持双手与肩同宽，手臂从肩胛骨向下延伸至手腕，借由手臂的支撑来稳定身体，感受脊椎向上延伸，从尾骨至头顶心，有意识地将鼠膝放松，髋关节放松，感受着大腿骨从髋关节延伸至膝盖。这样的行动有助于将大腿外展更靠近地板哦。体式的停留可以随着熟练增加到1分钟或是3分钟。离开动作时，先将身体回正，坐骨坐实地板，接着解开绳子，松开绳圈，将瑜伽绳向上带往头部的位置移除，两手放在左右大腿外侧，协助双腿回到身体中线，双脚向前延伸回到手杖式，完成动作，接着将臀部移到垫子中间，再将自己向后躺在垫子上，准备进入躺卧手抓大脚趾 AB 式，弯曲双腿，脚踩地，保持双腿与骨盆同宽，骨盆后倾，吐气上提，再重新降落回到地板，确保下背部与地板的接触，保有腰椎自然曲线，吐气左腿向下延伸，让左腿的臀部、小腿肚、脚跟压向地板，大拇指脚球推远脚底板回勾，需要的辅具有一条瑜伽绳，松开瑜伽绳，准备一个大圈，绳圈将准备套在脚跟的位置，绳圈的大小接近一条腿哦。接着吸气弯曲右腿带向胸口，将绳圈从右腿内侧套向脚跟，两手握着绳子两端，两只手臂靠向身体并且压向地板，停留两个呼吸，预备着。吐气，右腿由臀后侧延伸至脚跟，朝向天花板，大拇指脚球推远脚底板回勾，
在这里体式手抓大脚趾 S， 停留五个呼吸，确保左右臀部平整地躺在地板上，接着将右手抓握绳子两端，左手外掌来到肩膀的高度下压地板，稳定身体，吐气，右腿外掌朝向右边地板，保持脚踝、膝盖、髋部一直线，在手抓大脚趾臂式里停留五个呼吸，保持左右臀部平整地贴向地板，右手有力地抓握绳子来确保右腿的正位行动，接着吸气，右腿带回身体中线朝向天花板，再次将两手抓握绳子两端，两只手臂靠近身体压向地板，吐气，再次感受右腿由臀后侧延伸脚跟朝向天花板，体式停留五个呼吸，保持双腿的延伸，大拇指脚球推远，右手抓握绳子两端，左手外掌贴向地板，吐气，右腿外掌带向右边地板，保持脚踝、膝盖、髋部一直线，体式停留五个呼吸，双腿保持延伸，大拇指脚球推远，保持均匀自然的呼吸，吸气，右腿带回身体中线，两手抓握绳子两端，弯曲右腿松开绳子，再次弯曲双腿，两脚踩地板，保持双腿与骨盆同宽，骨盆后倾，吐气上提，再重新降落回到地板，右腿向下延伸，臀部、小腿肚、脚跟压向地板，再次将瑜伽绳准备一个大圈，准备套住脚跟，吸气，弯曲左腿带向胸口，绳子从左腿内侧套向脚跟，两手抓握绳子两端，两只手臂靠近身体压向地板，停留两个呼吸，预备着，吐气，左腿由臀后侧延伸至脚跟朝向天花板，大拇指脚球推远，脚底板回勾，在手抓大脚趾 S 里停留五个呼吸，保持左右臀部平整地躺在地板上，腹部保持放松与柔软，左手抓握绳子两端，右手外掌来到肩膀的高度下压地板，吐气，左腿外掌带到左边地板，保持左腿脚踝膝盖髋部一直线，不用刻意地将左腿压向地板，而是要让左右臀部平整地躺在地板上，并且感受着双腿的延伸，吸气，左腿带回身体中线朝向天花板，将两手再次地抓握绳子两端，两只手臂靠近身体压向地板，感受左腿的延伸由臀后侧至脚跟，将大拇指脚球推远，脚底板回勾，接着左手抓握绳子两端，右手外掌来到肩膀的高度下压地板，吐气，左腿外掌带向左侧地板，保持左腿脚踝膝盖髋部一直线，左右臀部平整地躺在地板上，保持脸部的放松与柔和，吸气，左腿带回身体中线，两手抓握绳子两端，弯曲左腿脚踩地，松开绳子，完成动作，弯曲双腿脚踩地，在这里调整呼吸，安顿身体，准备进入下一个动作咯，缓缓的吐气，轻轻的吸气，保持均匀自然的呼吸，将两脚向外移，来到垫子两侧，在这里轻轻地摆动双腿，将两个膝盖同时带向左侧地板，再反方向带往右侧地板，借着膝盖带着腿部的摆动来活动髋关节，同时也放松髋部周围的肌肉群，
双手压往地板，可以保持身体的稳定。上背部肩胛骨平整地躺在地板上，肩膀后侧也平整地躺在地板上，让脖子放松，喉咙放松，脸部放松。接着将两脚踩回地板与骨盆同宽，弯曲右腿，右手抱向膝盖，带向胸口，再弯曲左腿，左手抱向膝盖，带向胸口，两手协助着腿部由后侧画圈至前侧。在这里，我们的画圈同方向做五下的练习，每一次的画圈都感受髋关节在做伸展。练习五下之后，接着将腿部由反方向再做画圈，由后侧画圈至前侧，做五下的练习。每一次的画圈都感受到熟悉的放松与延展，保持着均匀自然的呼吸。接着将膝盖带往胸口，双手抓握两脚脚外缘，将双腿带往胸口，外展比肩宽，在快乐婴儿式里保持脚踝膝盖一直线，保持背部紧贴着地板，可以晃动左右臀部，让大腿尽可能带向地板。伸展属膝部位可以促进双腿的血液循环。再次的停留在快乐婴儿式里五个呼吸，让脚底板朝向天花板，并且回勾，感受大腿外展呈向地板。离开动作时松开两手，双手环抱弯曲的双腿，带向胸口，接着将两脚踩回地板，完成动作。